目前都没有什么状况了啊，村民大致上都平安。是，那只有往七零方向的那个有一点落石而已。有些落石是吗？是，目前就只有这样而已。那目前我们巡逻车有持续在外面搜寻？有，都在外面那个搜寻一些，看有没有新的状况。目前是没有状况。是是是是，好，谢谢。大家都平安。好，谢谢你。